剪一剪，剪。传单其实。传单是吧？你会啊？啥赛季的？几岁？你还记得吗？传单是谁？老婆，我想请问，当时在停车场发生的车祸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一百万呀，我们找过呢。你还告诉我们你看到撞人的车。一万呐，150块而已。记得吗？150块换这边。我不认识你们。100万。我之前看到一个男人给你钱，他在里面说，他为什么要给你钱？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什么？他怕你说出来。钱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他是不怕的，奇怪。我说你的病啊，没有天开车呢，我要钱呢，我整天去打你看一下，给我钱。老婆，只要你肯说出真相，人可以办到。我有钱了。是不是他？我刚才有200块钱呢，我不见了，你多少钱？你多少钱？你还我钱！我200块，你还我200块，还我200块。哇，你们两个干嘛那么累？我们就是找到那个流浪汉。怎样？他是不是亲眼目睹乐山撞死自己的妈妈？是啊，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？他什么都没说。为什么？苏雅，你不是看到他拿乐山的钱吗？他一问三不知。开口闭口就只会跟我们要钱，最后还跟他说我们拿了他的钱。看来他的精神真的有点问题。哇，他该不会有老年痴呆症？不可能，我们第一次在停车场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也很正常，完全不像有病。会不会只是？